之前寄嚟個唱盤 set 好咗啦，加埋支新嘅唱針，可以用啦，可以聽歌啦。Hello， 大家，我是 Martin 啊。今天呢就揀只黑膠出嚟聽，就是草蜢嘅。睇到個封套啦，大家。後面就咁樣啦。呢只黑膠咧，我諗都是我咁多隻黑膠裏面咧數一數二新淨噶啦，尤其是個套啊。哇，個封套好新淨。不過呢只就應該是我十幾年前買翻嚟。就不是當年買了，這隻碟是1990年的1990年的唱片來的。你化作一地泥泞，那头过我雪亮似的。
入面呢又是有一张歌迷会的国际歌迷会的申请表、啊。填了张表寄80元去就可以入当年的国际歌迷会了，最好要连埋相，入面有一本书仔的，現在聽緊呢首叫《捉鬼敢死隊》，啱啱聽完啦。係啦，仲有張 poster 添喎。草蜢呢我不是很多它黑膠的，我都是应该得一两只，这只就真的很新淨，连个套封套都很新淨。